荣获新北市105年特优里长，这一位是来自中和区济南里里长胡宇辰，长相落落大方，亲切甜美。从民国91年至今，他已经为里内服务13年，秉持认真负责，他尽心尽力为里内服务，也获得市府和区公所的肯定。在做里长每一天，我把里民的事情都当作自己的事情，所以我是带着很欢喜的心在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很高兴，也可以认识那么多好朋友，那借由这个里长的工作，可以结识不同族群、不同层次的朋友，那互相学习、互相成长。胡宇辰里长推行一系列的活动，带给大家好康，自收站换取的金额拿来当奖学金，颁发给里上的优秀学子，每年固定发放白米物资给里内的低收入户，成立巡守队达到守望相助，不定期举办研习活动和环境美化。除此之外，还提供烘焙班等等课程，让里内的居民接触到不一样的生活层面。就很照顾我们，就邻居啊，就百姓都很好。我每年固定有发放里内2次米，还有办很多的研习活动，举办瑜伽、气功、歌唱、书法、游泳。那有些是免费的，有些有自筹款一点点。那我最主要办很多的活动，我是希望说让里民就是可以互相学习，然后联络感情。丰富活动凝聚社区向心力，里长的用心增添里民好感情，大家就像是一家人一样，和乐融融。水天空新闻综合报道。